是爱做总长官。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好。你们受完高级班了，三点半一摇哈，你就可以回到快乐的家。但个鬼，这是开心那个严格检验自己的时候。后来呢，高级班毕业以后，你要有一个字，上面写的叫黑色，纯黑啊！你还给我几件帽啊？黑帽啊，是上面写黑色，黑色。那件帽啊，不是假做的，那件帽啊是韩国做的。啊，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帽徽，台湾民众的帽徽。最近日本众议员来访问的时候吼，哦，拢足介意咱的帽徽。你甲我讲吼，啊，我们可不可以拥有那个帽徽？我说对不起，你不是我们的学员不可以，学员才可以买，而且学员才可以的。谁做可以加个几条帽徽？哎，帽徽啊，那个徽章，因为我们没有募过款，当然啦。你买时，咱这个本钱唔免五百，但是这个帽徽，这个徽章的迄个质地啊，是用珐琅做。以前的叶先生，即马做的，厂商给咱保证，一百年、两百年不会生锈。所以呢，会稍微贵一点一点。你毕业的时阵，你俩。两个月以后还是一个月，来罚你点招，你一定要穿制服。你没有穿制服，对不起，你会被挡在门口。甲你讲，下一次你请最后，你再来。我们这点是非常严格。那你刚刚讲，那你把你请我先生中你往后你拍拍照，讲起上简单了，咱为了坐高铁来。维持童年，你等下迄个计程车司机安怎甲阮评？那看到每一个人穿黑色西装，干干净净，或干干净净，那一定是台湾民众。你落车行过来，穿西装，伊就甲讲台湾民众，这就是我们的光荣，我们的标志。一开始台湾民众都爱让老百姓觉得讲我们是不一样。啊！若无咱执政，甲中华民国执政，拢共款啊，敢毋是？中华民国伫执政，国民党伫执政，民进党执政，大家讲共款啊。迄就是因为体制啊，是变个。咱台湾民进路是完全按照国际法理，毋是用感情的啦，吼、哦，毋是讲感情，讲要独立啦。现在要画独立，不简单呢。你看到伊，我伫街头甲讲吼，哦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哦，安尼无管哦，足侪钱，因为台湾人的心会去想嘛，哦，你做台湾做代志，哦，我记着，嗯，台湾不是台湾人的台湾，我定定上课，第一句话就是讲这，分手的考试，第一天考试就考这，我即摆是无啊吼。头一摆你考试的时阵哦，一条我就甲你做啊。照国际法来讲，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这是对的。后壁我甲你讲哦，啊，所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啊，当然哦，迄摊子拢转袂过。对。啊，就是。台湾是啥物人的台湾？日本天皇。原因是对马关条约。大清皇帝。大皇帝大清大皇帝，加大日本帝国大皇帝签订条约，将台湾啊周边群岛和澎湖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我这个物件卖给你，你只付我啊。这个物件收益款是啥物？你的。你后生讲，我老爸跟我的同款，有敢无？啊，这个是。普通的日常生活，你拢知影，这无错。国家嘛是同款，这个土地都是本天皇的，
所以甚至有人讲嘛，啊，日本人无咧拜天哦，迄乌白讲，日本人无咧拜天哦，迄敢若未，敢若未出啥物事？闽南台湾人哦，我爱伊家己祖先同款，啊，祖先都看袂着嘛，啊，所以讲啊，我祖先，含基督教、天主教拢同款，咱嘛是对祖先嘛是真尊敬，不会说不要有祖先嘛，你无祖先，无祖先，自然就无你。一种简单的道理，所以咱台湾民政府，我们不是在拜天皇，那是尊敬天皇。这个土地是伊的，无唔对。但是这个管辖权，这叫做 right of sovereignty， 就是主权权利，那是管辖权。管辖权的问题，咱台湾人家己。日本天皇将这个管辖权来放予由人民所组成的政府，日本就是安尼。所以这个翻译上啊，有点难度。尤其这边美国叫人去做一出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，这个影片一个出来，我跟你讲，台湾作为论述啊，拢死了了，不是统派，也不是独派。这个土地现在是还没说到日本天皇，但是我相信还在变多久，这个影片会再出来，到那个时候美国就正式要讲全世界讲，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我要将台湾正式平和还给日本天皇，最后台湾的地位由日本天皇做决定。啊，日本天皇到未出兵台湾，因为1999年12月15号，习近平他当然做伊的副总理，要去拜访日本。啊，本来日本天皇外在见面，伊透过美国安排，日本天皇跟习近平见面15分钟尔。习近平甲日本天皇讲：“阮中国即马小可有钱啊。”想要跟你买台湾，因为台湾我都用拍的，拍下去，伊绝对先死啊，绝对先输啊。啊，日本人来讲，悄悄甲讲，你啊足歹势。我日本的皇族吼，从来没有卖过东西。日本皇族卖唔捌卖物件啦，啊，所以伊会从台湾出去。啊，你这简单的问题，你我都发回答，不会啦。绝对未啦，啊未，啊为了嘛，你想讲你异想天开，咱来个日本天皇未，嘛未的啦，伊那就未。啊，日本天皇无必被台湾，所以咱台湾人家己爱来家己管家己。我真爱用主题这两字啦，因为这主题这两字啦。台语讲自治，啊，北京语讲自治，很容易让人家误解。因为英语言有几啊字呢？咱四年前咱提出来讲，日本天皇会给台湾 autonomy， 啊，另外英语还有一个叫 self government， 拢是自治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，美国有照咱民进党所讲的这政策去行。啊，所以呢，咱大家来直接修完这个高级班，这很不容易。但是恁即马呢，五关啊，才过两关尔呢。哦，恁头一关初级班有上你一个美国国旗对不对？有上个，请你举手。哎，恁两个拍无伊呢，爱甲挂出。啊，照恁上初级班，甲即马已经迄个国旗已经垃圾起来，垃圾起来换。免钱的，你要换几摆拢无要紧。民进党之前以后嘛可以换，干那只四千个会当换这个国旗。啊，过来国旗办的时候，你就有一张结业证书。这结业证书呢，我们会发给州长，由州长来发给你。所以你过两关啊，还过第三关、第四关、第五关。第三关真简单。啊，即摆有个人讲话，即摆秘书长即摆是工商时代啦，还节省一点时间，所以法律典章跟职务典章啊两个合并，
啊，本来是发力点刀要一天，植物点刀一天，啊，合并的变成讲两种点刀在一天里面举行。发力点刀意思就讲你比较，你愿意做政府官员。啊，若讲政府官员，你要做啥？有五种，互你六种，互你选择。啊，你要做本次8月2号郡守考试。啊，8月2号下午4点钟。啊，这个文修科技题目真简单，200题，80题的是非选择，那80的是非题，120题的选择题，能这样进入，那我看看不？是非选择不够简单啊，小学能是非选择啊，那我看看不？不简单哦，因为拢考袂过的。你难看发音才简单呢，我无甲你骗呢，考20、30，我那懂事点呢。啊，有的人吼已经连续吼，咱已经第九届啊，连续考8届、九届拢未过。啊，拢甲我讲吼，秘书长，我不要紧，考未过是真正常。但你无考过吼，佮加读一摆吼，你发力上是比别人较好。哦，佮考，啊，我甲鼓励讲，但是呢，你安尼考，咱上济会当加6分，就是2届加。考2届加2分，考3届加4分，啊考4届多人6分，考5届嘛是6分，7届嘛是6分，啊无你怎自家考啊？考啊你就过啊，啊顶多是6分。但是我是要甲各位吼，你若要考的时候，你会记得啦，选择题先下，要下是非题，因为是非题啊很难呢，以你答卷，你第一摆甲开背是对的。读第二摆唔对，第三摆搁对，啊第四摆搁唔对，啊对啊唔对，你搞不清楚，啊你浪费时间。所以我甲你建议，是非较慢下，选择题先下，慢用又先下，啊你变多阵来下是非题选。你是非题选择题啊，你若学白有，你真正零分。啊，我讲哦，圈叉叉圈圈，啊学白。我甲你讲，你考试我做内行啊。你两边弄做右圈哦，啊，无拢变右叉哦，安尼连做较有分啦，我无甲你骗啦，你听好无？你若圈叉圈叉哦，你有那拍我连时呢，直接右无挂掉。哎，你唔相信？你家己去试看麦，真正真正右无挂掉。我这科是最有经验的。啊，是非选择题，啊，选择题呢？你讲1、2、3、4吼，啊，你右很难呐、啊，所以讲你选择题先下。因为你时间是要用，唔知要安用。你若怎吼，赶快来选择题嘛，赶快。你若要用吼，你用安尼1、2、3、3、4、3、2、1，安尼安尼连分包袂得，你拢叫袂得。若要用吼，干脆固定叫一个号码。但这叫一个号码吼，上好是唔是叫3的叫4，迄机会较侪。哎，我袂得。但是。你拢哦，看你的年龄拢已经毕业啊，你无参加机会考试啊。但是这是我考试的经验，我算足够考试，啊嘛足够听。我跟你讲哦，我小学毕业吼，小学毕业考初中，我爱考，迄阵爱考。你知影我几岁吼？60多嘛吼。我迄当阵，迄个作文吼，我从小学5、6年级，我一个老师足好个。摕一篇文章叫我背啦，伊讲吼，你一定爱背这篇文章。你考初中、考高中用这篇，啊，高中考大学用这篇，你有理咧？我用一篇作文尔吼，为小学考到大学，拢用固定这篇，拢分科拢做惯咧。你袂使甲你讲啦，这有版权所有啊。啊，你若甲你讲吼，你公开安尼讲吼，我害啊！大家囡仔拢同款的文章，安就拢离婚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款的问题吼，考试吼爱用方法，啊，咱同款呢，台湾民政府执政爱用方法。以前最近报纸有写吼，有人模仿咱，咱台湾民政府嘛，台湾四国干嘛？模仿咱就去甲你用一个美国台湾政府，啊是迄是美国人主导的啦，你要看报纸。报纸呢，即摆6个起诉，剩咧140个，你无念，你咧附近，
很少啦，一百来我的机会无真多啦。警察拢即摆两个警察，我去市电联去找资料，去解问资料。因为我得到的消息就是，这140个人拢总要起诉，叫做侵入民宅。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变去人的政府的迄个人的办公室，啊，共坐迄椅啊，哦，坐到足大方的呢。啊，坐迄椅啊，计迄几个其实拢美国人，遐拢美国籍啊。啊，一寡迄报告嘛写，啊，一寡台湾人戆戆的。哦，对哦，冲哦，狂热哦。你想看卖啊？若讲用安尼食的吼，对咱来积极，咱奈着遮辛苦伫遮咧坐，我着带恁大家，咱来食，要接总统府啊，啊接迄个新议会要创啥？敢毋是？总统府甲食的，啊着咱来积极啊，敢袂？迄头下来你想啥咧？我想无咧，恁敢想无？我真正想无咧，那台湾人看落风就好啦。所谓的台独是要哪独啦？台独。问题出在哪里？你台湾要独立，你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？这意思你们听有无？是美国，伊向什么人宣布独立？英国，因为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啊，伊向那个英国的女王讲说，我们不要当你的殖民地，所以我们要独立啊！啊，是美国向英国宣布。啊，你台湾要向谁宣布？宣布独立？你们应该拢知影呢。啊，向美国的野手，你家己讲爱食，家己食。啊，向日本的野手，啊，向中国的野手，向日本。土地，阮天皇的，你若要独立，就要甲日本讲，我要独立，才宣布啊，敢不是？啊，人日本天皇也无甲你讲，也无甲你派，也无甲你做什么代志。啊、所以美国跟你讲，你要独立，代表战争。这个战争不是日本要跟你打，是美国跟你打谁啊？美国讲这个土地是我占的啊，我有责任吗？美国对台湾有责任啊。所以在美国要不要占领的中间，你袂使独立的。所以我来跟各位讲，上巧的人是用法律跟美国对抗。我跟美国人嘛安尼讲，我讲吼，法律是你写的啊。国际法是美国甲遐大个国家写的，法律是你们这些强的国家所写，你当然要遵守。咱用以下法律甲伊对抗，咱头脑有好无？我头一摆看到恁有反应呢。啊，你刚刚看，刚刚这个高级班训练了有效呢，有反应不错。啊，若无恁不相信哦，恁后摆初级班。你若介绍人，你若坐到后边看，倒来上课戆戆呢。你以前是戆戆，我无爱听，不是讲安尼说呢。外口遐台湾人吼，拢推推啦。你甲讲啥，伊听无啦。68年教育看偌深入，很厉害。所以吼，中华民国敢若逐渐做了真好，教育成功。啊，真正敢若教育成功。啊，咱台湾人吼，我常咧讲就是讲，咱台湾人。68年、69年以来，是遐中国人用因家己的思想、因家己想法加注在我们的头脑里面，拢垃圾啦。啊，但是若较巧的，就是讲语言啊咧，安尼也唔对，安尼也唔对，啊，就生活在矛盾之中。所以台湾人很多的人格特质都扭曲。你看迄个也就。捷运迄个政捷，迄个台南迄个代志，我人我想想，当台南是唔对啦。但迄个囡仔伊是安怎想？你看伊叫掠去啊，他就换伊安尼讲啊，我老早就想杀人。那我讲当初就想要台南。我以前小孩的时阵，伊想要台南，啊，做一个轰轰烈烈的事。这是伊的人格特质已经改变了。啊，无人发现，有啊，伊边的同学拢知呢。所以伊边的同学是你会家己说讲，我你即阵咱唔通去帮桥哦。我有一个同学要杀人啊！啊，是你犯台呢？伊要杀人，伊都事先甲你预告。人格特质是真的是有问题。所以台湾这种人真多，很多。
多。啊，伊也是啥？伊是教育。一开始的时阵都唔对的。伊咪甲你讲台湾，台湾人是台湾人，啊，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人，中国人。啊，其实咱台湾人伫他个内底是确确实实毋是中国人，但伊甲你讲你是中国人。上界面迄个例子是啥？蔡英文。啊，无猜，伊读册读甲袂歹，竟然2011年10月11号，伫迄高雄的劳工中心，伊讲迄个话：台湾就是中华民国，中华民国就是台湾。中华民国已经不是外来政权，是台湾政府。美国非常生气，更多啊！开会时跟我坐在我头前，安尼更多啊！你骂这个蔡英文，啊，其实吼，我若想，我会同情他。做一个政治人物吼，对的代志爱敢讲，爱坚持。2004年，这个台湾民政府这个论述啊，整套的论述就已经完成了。他咪讲，我以前一直想讲要发表，还是我发表。啊，这个代志，听人讲是李登辉叫我去研究。我伫册内底我嘛写。后壁过这个美国2002年甲过2007年，有一挂台侨转来，去李登辉因家。问李登辉，恁请讲，恁个林志兴去控告美国，是你家讲，啊，叫伊去做的去研究的，是毋是？你啥物声音嘛？有是啊。啊，甲问讲，啊，你若歪讲，恁若歪歪，林志兴已经写好啊，你为什么不去推展？伊笑笑，其实伊笑笑，我知影意思，伊辛苦点，也够爱。马英九中华民国还剩六条的嘛，迄、那个小辫子叫的六条。最近伊迄个也做什么案啊？迄个特别案话，最近嘛才被宣判。所以我是感觉讲吼，除了讲伊这法律的案拢讲回归，他可能才会来正式宣布。所以做政治人物，然后一步路行唔对。就很难翻身。啊，我一句话，赶快把咱所有过去班这学员讲：你参加政治，已经，你讲你坏，你已经没有啊，你高级班了，除非你就不要点招。你刚要参加政治，你就要有一个勇气。实话实讲，过去若做唔对的，你要有迄个勇气讲，我做错了。我从今天开始，我改变。现在这些台湾的独派，你说他们都不知道这套吗？他们清清楚楚。以前没听说他不清楚，但是现在我们这个叫做新台湾论，你们看这个新台湾，新台湾这本，万一有一本册叫做从中国出逃，万一本册是卖17000本，你要相信吗？这是几年前的，我今天开始了。因为迄个从中国出来，迄个是你骂中国，迄无效。真正有效一本啊，《新台湾论》一个，《新台湾论》一本呢，嘛已经再版、再版、再再版，嘛已经有几啊万的本出。我跟你讲，这本册，你若讲从遐嘴啊面要来研究这本啊，经过10年就无法度。我绝对敢安尼讲，你看英文哦，一个配字就看一半啊。你不写这个文字，哪简单？咱这个。之前训练，我有一本一个10篇的文章，那叫做《绝对机密档案》，那是美国给我的机密档案，我甲变成10篇的文章，那内底还阁无啦，咱新台湾还阁。新台湾那是你讲啥？就是用过去所有历史事件发生的代志，用国际法甲套在内底，安尼写法。啊，写这个，你有个人读了哦，还阁无够。咱听人讲哦，有真侪人一本新台湾论哦，读到要烂去。你甲看伊讲咱写人一本啊，哦，我看到我唔甘，我来，我写一本新的甲你换，用我换，我想啦，我这有记载啦，人家知影讲我读这一摆啊，你讲起嘛就容易啦。
对不对？啊，落尾吼，哎，你读这礼拜，我搁是一本新的送你，啊啥？我虽然没有很多钱，但是我是能够做的，我尽量做。咱大家拢足清楚嘛，台湾民主唔捌甲你模仿嘛。啊，你讲一个这个做标志500块，安尼无这500块会好个吼？你要相信吗？不可能啦，那是摕来搁印物件，互咱这个在动心，在动心。最关键这个所在是头家装潢一切，咱来这个所在来上，所收的钱都是归于随便老板。但是你们对方收这一钱不够伊用呢？我跟你讲，咱位置摆较正，今日咱即马虽然是只，你像有冷气啦，有遐吼，花了上亿元呢。你本来会觉得讲够可怜。咱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咱的这个做直升机场、停车场，拢是迄个落不完啊。你也知，你知啊吼？啊，你今即马再来，过遐快再来。哎，落不完嘞，我无来骗你。哦，啊，到今日呢，哦，你人叫伊讲，罗马是一天完成的，喏，我们已经3年多了。有真个东西吼，来的时候讲，哇，跟我头一次来啊都不一样。恁咧读初级班的时阵，甲读高级班的时阵，你有感觉有足大的变化有无？那你感觉有真大的变化？你举手。啊，你感觉无足大的变化？举手。哎，冇可能，因为你从你们家这观念很接近嘛。啊，我那是较远。啊，大部分啦吼，你真正去之前训练一下我，哦，两位美金呢，我们这里进步得非常快。啊，你只讲，你即马是困扰点。你哪阵之前训练的时候哦，就会往那边啊啦。为着要互你进步，咱即马每一个人困自己的。一顶名称的上下铺，甲迄个做中华民国旧土房同款。啊，棉被被单哦，今日用过，明天你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收起来就去洗。已经尽量改进，甲非常进步。但是刚刚有一个所在吼，甲你讲，你的迄个盥洗用具要改炸。你刚才想要咪叫你炸盥洗用具，知影也是。啊，唔知影遐去，我甲你讲，这是咱动心加教，咱超2个月以前，咱个动心，咱只拢志工，你敢知？你食饭哦，遐无一人领薪水啦，遐煮饭是拢做无钱，互咱同个食饭个。伊甲我讲，秘书长，我带伊来看一个所在，我想讲，好康是几多？阮来山顶哇，气氛阁袂歹。啊，搁一个圆锹，去吼，开始挖土，我准备甲他抬了。圆锹挖了吼，内底一包物件切出来，拍开我看，伊拢无讲话哦，迄纸箱有够好。伊是吼毒性啊，做这个做佛教的吼，啊，我看，我好啊，我知影意思，恁知影意思无？拍开内底拢牙刷。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牙刷待伫遐，未沤、未臭、未烂。你后摆你的后生、你的孙啊、你的囝仔孙来看，还阁待伫遐，对不对？你听意思无？环保嘛。所以，他教育了我。我马上把咱的中央办公厅下令。从现在开始，盥洗用具自己炸。尤其这个牙刷这个东西，哇，但是我们换牙刷当然，你如果真的没炸，我们也会给你牙刷。那你用完这个牙刷，你也提给你领导了。啊，后来我们本来有供应那个水杯啦，那个杯水啦，啊，我跟那个刘老板说，我们不要再供应杯水。杯水咱吼，我毋是你怪讲吼，恁安尼啉一嘴，啉两嘴，还要甲撇掉，有啥物？啉的，迄个塑胶杯啊，我都处理的。
啊，你讲咱这个修修的啊，甲袂掉，你就是袂掉。工厂甲你修这個，要安怎烧掉？要怎再制造？到有无啊？咱以前拢用烧的，烧的较济啥？代号是毒气，四处拢。就讲灭。所以咱即摆开始，咱拢甲你讲，你就爱家己炸你的温板。热天烧起拢会使。啊，咱这个饮水机呢，用两三只，你会当用这两三只去甲装，啊，环保了。你有钱无唔对，但这资源是咱家个人的。你看我用买，啊，有个人吼，坦白讲，有一些人品性不是很好。我有交钱啊，我电脑甲开啊，开几工啊，无人嘛你开啊，免钱嘛你开啊，我有交钱啊。无唔对，你有交钱，你嘛有权利，但是你浪费大家人的资源。我们的下一代的资源，我希望你大家从我这话哦听落。咱哦爱惜福啦，咱这代无定，我们有迄个福气享受，但咱后代不一定呢。有钱真好，我恭喜，但是唔通浪费，真的不要浪费。所以后尾啊，咱规定讲，我甲遮咱的职工讲，拖口共扫个清气，就是无穿湿哩吧，哦，穿只脚嘛无要紧。所以你若看，恁来去住，遮拢是志工甲你整理的，拢拖口拢扫个清气，无穿鞋嘛无要紧。无你唔像你穿只脚，啊你脚底吼，甲翕下看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清气清气。所以这就是。照道理来讲，我应该站伊个所在啊讲法律，但是我认为讲法律以外，咱每一个人，尤其咱即摆高级班毕业以后，咱就是要做台湾人民的表率，为百姓设想，是咱的民政府的官员的第一个目标。所以我是甲咱各位同心同志、众将官。跟拜托，你若以前有歹习惯，要改变，爱真真正正替整个台湾设想，替台湾人设想。后摆你拢总有厝，咱政府拢会发你厝。后摆你拢有头路，我有当时上课我会讲，有十项代志，民政府一定要做，就是小学毕业。读幼稚园开始，到读博士，甚至去出国，农民是放心不该出钱。啊，你若现准时，这个读大学有甲政府贷款的，迄、那个助学贷款有80万元，免嘛？我会当甲你讲，你免还。我们执政那一天，我会宣布，助学贷款全部由政府负担。所以，你今晚有助学贷款的。你要讲政府一直改变，伊马上爱钱的。你若让拖到迄个时阵，真正你免去。读册叫老百姓，佮家己出钱，无道理。电嘛是同款，电呢，我们可能会讲，你只要不要浪费的话，希望讲水甲电啊，都要很优待的价格。你水是民生一定爱。那个西欧一个国家用水拢免钱，尤其破病，后摆台湾希望要做一个医疗国。我伫之前训练的时候，我特别讲过，但是我跟你讲吼，每一摆咱来直接去上课讲的物件，中华民国拢伫对，自以前到即马，有几个代志拢伫对啦。连咱这个18岁以上有厝，伊嘛开始宣布这样。你帮我三间厝，我跟你讲哦，房地产起过这款型哦，老百姓拢都买不起，啊，上个这回，啊，你爱这款的政府你怎么？所以我跟你讲就讲，迄不是咱的政府，伊是占领者，但是这个占领者有合法无？合法，有你证书。啊！即摆你要甲变，爱安怎变？用法律甲变。诶、欸，你袂当甲占遮久，你敢占六十八年啊？该还钱还。
所以是安怎？伊讲所谓的美国台湾政府，迄切切切，今仔日骗台湾啦。美国台湾政府啊，美国加州政府会使无？嘛是会使啊。迄是真正是骗人。民进路这个名会当变无？未使变，是安那？这是建宪法、建立法所规定的这个名词，台湾是无共。比北疆命地块拉配成家己爱心，咱是美国人过了后，伊甲咱讲，你要成立，甲咱帮忙咱成立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中华民国这个体制，伊唔敢来甲你处理，甲你处分，没有。到今嘛为止三四年啊，啊那我是才十年啊，将来嘛无一摆讲。啊，就用警察啊，还是用这个法律啊，来找咱的麻烦？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啊，那些嘴阿面的去新疆有较尖的，马上警察两个警察就分别，这140个名单拢给写下来，我估计会起诉。会记得，爱用法律，只要法律以后也无法律。所以，当然吼。在高级班的第那个礼拜节节课，我真少机会讲我即摆头头讲的遮个，但我这是有感而发，因为我是希望讲咱大家拢有迄份心态。我若讲几句，不如你读一下，你爱读啦，真正爱读，我无甲你骗。你好不容易来遮，所以你看即摆这个职前训练，你有注意无？因遐遐足侪人诶，才400个呢。400个人，你敢下课敢有看人咧拍拍照有无？无呢，是安怎？拢坐起安尼读册，你袂注意吗？人伊有觉悟啊，咱还袂有觉悟呐。我看下课你哪拢很快乐，是肯定照，因为你们还没有感受到我们要去执政的那种紧张加迄个谨慎，你们还没有。等到法律典章落去，这要签落去，吼，你就知影我话你听。你就讲，咱无共款去啊，讲的话嘛无共款。以前吼、满口的三字经，这好些钱拢无三字经啊，拢白听的，啊，都规规矩矩啊，他们尖尖对对，这是会当讲很大的改变。你看，话你这样去示范，现役的军人。那现主席这个班，敢有教的？现役军人呢？你怎啊现役军人？那只受训呢？现役的讲，即摆在做兵，上大的是中将，已经有差不多50几个，那只受过训，不是敢那中将尔，警察人员那是不会讲足多的。咱即摆黑熊部队，你拢会当高级班毕业啊，少年要参加黑熊也可以。大概8月初，黑熊有点招，之前训练3天2夜，哦，给你教政报队形啊，给你教犯罪的侦防啊。后摆呢，派去警察局，派去这个海巡，派去迄个调查局，派去国安局。所以，我们是有计划，而且很认真在做。我相信很快，我们会啊执政。谢谢啊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下课休息10分钟，谢谢各位同学，好，各位部长，再见。